我在模仿老爹的口气啊，你们知道吗？各位观众啊，老爹前面这个技能开太多了，哇，那没有办法洗啊，那人叠他叠起来已经没办法洗了，太痛了。大家记得不要像老爹一样啊。不够像。哎，聊天官跟聊天室是怎样吃到炸药是不是？怎么聊天室都那么凶啊？我聊天室不是都很可爱的吗？怎么那么今天那么凶？是怎样？失恋了吗？各位，不要对我那么凶好不好？没关系，我们打一场很快啊，三分钟的事情而已啊。这边先开一个这个，哦，点水珠啊。好，谢谢布卡，秦始皇刷起来的清规快，静音比较快吧，静音五分钟内解决。感觉秦皇刷起来比清规快。紫伤龙科不用紫伤龙科了。前面不要开太多清规就好了啦，我刚刚前面是因为开太多了，前面不用开那么多，知道吗？好，这边中毒这里哈，开左边这只清规，我开左边这只清规的这个先不用开，先不用开，先这样子哈，先给他打一下，先给他打一下之后再开清规，来开。好，接下来弱化锁定围城这个地方啊。七康波这个地方哦，消错了。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我看一下。来看清楚啊，各位！叠好啦，叠好叠满。下一关的话呢，命悬一线，好，这边可以挤技能了，各位观众，挤好挤满，我先点这个，然后再点这个，再点这个，点水。三亿，好，我们这边还有留一个直伤的技能留在王一这个隐身盾。然后隐身盾这边直接开默哀哈，然后直接平砍就好了。有没有觉得很简单？嗯。啊，随便转。好，最后一只，这边的话开一个这个变身，然后开个这个转水，转水，其实也不用转水啊，它无视控制啊，
然后再补个尾刀，他就死了。哎，哎，怎么没有 bug？ 14999998，好了，反正就很轻松，好、哦、四卡。